大家好，找玉哥修手机没毛病啊，这是外地粉丝寄修的啊一些包裹啊，我们这来开箱检测啊，都到了啊，都到了，但是有些还没到，在路上啊。非常感谢这些粉丝对我的支持啊，手机我会用心把你们修好啊，把你们修得完完美美的寄回去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开箱检测啊。首先我们准备好盒子啊，有几个快递就准备几个盒子，每一个人的快递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啊，这样就不会搞乱了啊，就不会螺丝不会上错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箱这个顺丰快递啊，寄过来的啊，这是一个昭通粉丝寄修的啊，云南昭通粉丝寄修的，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个什么手机啊。好，我们打开以后啊，我们看到啊，这手机是开着机的啊，这里应该是个解锁的啊，发过来解锁的 ，OPPO 的 A11 吧应该是啊，是解锁的啊，然后我们把它拿盒子装起来，好，我们就写好了啊，云南昭通 OPPO A11 啊，张某的啊，解锁啊，接下来准备开箱下一个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云南曲靖老铁寄修的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型号啊？包的太厚了啊！这是一个华为的啊 ，Mate 10啊 ，Mate 10换外屏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外屏碎裂啊，碎了，但是显示正常啊。好，我们把触摸拿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它这个还有裂痕啊，这里摔了一下，显示触摸都正常啊，就换外屏啊。但是 Mate 10它是这个边非常的小，基本上是无边的啊，它换外屏非常大风险啊。然后我们拿盒子装起来啊。非常感谢这个曲靖老铁寄修，我们洗好，好，我们就洗好了啊。华为 Mate 10朱某的啊，然后换眼妆外屏啊，因为他就看着我的眼妆外屏来的啊，我换的眼外屏都是非常棒的，都是眼妆的，纯眼妆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箱下一个，啊，这也是一个云南曲靖老铁寄修的啊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手机啊？啊，这是一个 OPPO 啊 ，Reno ACE 啊，它这个也是换外屏的啊，每次外屏碎了啊，中间碎的比较厉害啊，然后它这个是眼妆屏啊，然后他问我啊，换完以后会不会影响指纹啊？在我这里绝对不会影响指纹啊，就换的纯原装的外屏啊。换完以后跟新买的这种外屏一模一样，手感一打游戏的手感一点都不影响体验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拿盒子装起来。好，已经洗好啊。云南曲靖 OPPO Reno ACE 啊，张某的换原装外屏啊，也是奔着我的原装外屏来的，奔着我的质量来的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箱下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比较远啊，山西太原的啊，我们开箱看一下是什么手机。好，打开以后我们发现是个华为 P10 Plus 啊 ，P10 Plus 啊，我们看起来是写了一张纸条啊，手机一个多月在洗衣机洗过了啊，净水机啊，这个是净水不开机的啊。然后拿去检测说主板烧了啊，要换主板就没修了啊，就没修了。然后放了一年多才发过来，我可以给我检测维修啊。好，这个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不仔细念了啊。好，手机已经写好啊，山西太阳 P10 Plus 赵某的啊，净水二修不开机的啊。好，我们开箱下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是比较远啊，吉林的啊，吉林的啊，这是一个吉林松岩寄修的 6SP 啊，它这个是换外屏，也是换外屏的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屏幕翘起来了，这里开胶啊，外屏碎了。好，已经写好了啊，非常感谢这些老铁的支持啊，我会尽快维修，给你们寄回去啊，双击关注。